只需要两张正方形的纸，左右对折一半取线条，上下对折一半取线条，尖角对尖角对折一半取线条，跟着视频折出两个大三角形，左右尖角往中间线对折，上方往中间线对折三角形拿线条，把三角形打开，手指放进三角形，往中间线按压，重复四个方向。把尖角往上推，跟着之前的线条，很容易就折出这个三角形。重复四个方向。把三角形往上推，再粘起来。重复四个方向都粘起来。把手伸进洞口，慢慢推开。手指往中间按压，注意现在我们要在平线中间按压，
第二层同样的折法，我们快速的重温一遍。把两朵粘在一起，也可以剪一些花心放进去。